一种蛰伏深海的鱼。最好是不要认识的灾难，他说是灾难鱼，他最好不要看到，一出现就引发恐慌。那是很大一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很大。哦，哇，断起来！哦，哇，好警告哦！哇塞！但它真的会带来灾难吗？每周四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台湾全纪录。